Hello， 欢迎上官，谢谢流人醉的荧光棒。大家晚上好，晚上好。Hello。久等了啊，兄弟们！噔噔噔噔，你们晚上就吃饭了吗？谢谢明天的荧光棒，1、2、3、4、5。欢迎小郎君。吃了。欢迎清风。欢迎米苦。你吃了吗？我吃了。刚才给自己煎了一块牛肉吃。晚上好，欢迎胖胖的果子。你好啊，这歌听着太闹了。何以深情，还有添一杯。晚上好，欢迎窝沙场。我的室友真的太尽责了，感动。谢谢，感谢天一飞的班卡。I've been writing for the peace. You've been walking with your head down. I'll be walking to a fucking beat.
better not a nigga be when I been busy is trying to grieve when even light up on your feet 也不用天天夸真的哈哈哈哈就偶尔偶尔就行偶尔就行噔噔噔，头发怎么回事？噔噔噔噔噔噔。欢迎星空雨水，谢谢小豆丁的小礼物，谢谢。欢迎风云。噔噔噔噔噔，变化太快了吧！昨天还长袖，有点热，嗯。今天沈阳还行，还挺暖和。噔噔，谢我天飞的荧光棒，忍不住说出心里话来，怪我。谢谢天跳虎。噔噔噔噔。欢迎草莓圣代冰淇淋。噔噔噔噔，欢迎胖胖的匆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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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辈子再还。噔噔噔噔噔，嗯嗯，噔噔。哎，美好，噔噔噔噔噔，哎，我小土狗。晚上好啊，在我小豆宝的办卡，欢迎小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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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幻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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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
谢山人在野，谢谢反哺终生。谢宁静的荧光棒，谢谢。哎，你是魔鬼呀、啊！哎呀，怎么办呀？你们真的太尽责了。自从那天我说完你们每天夸我一点，我就慢慢真的就越来越漂亮了。你们真的就开始每天都夸。不用不用，真不用。太感动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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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天飞的大气，谢谢。欢迎寻找马太。谢谢老马他的荧光棒。噔噔哒啦啦啦啦 ，Hello， 晚上好。真的漂亮呀，不是夸的。太甜了这嘴。来，谢谢我 LV 的大气。
Hello， 欢迎绿鲤鱼，欢迎暴躁的大玉米，欢迎无命。再来这首叫做《贝加尔湖畔》。上好啊，还有五米。造化弄人，谢谢 QQ，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哎，你有闻过格桑花吗？没有哦。噔噔噔噔。欢迎只愿你能安好。
来来一首《明月天涯》吧。欢迎心算，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Don't need no reason, I don't need control. I get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Yeah,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stops. 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it, it's so phenomenally. No lock the way we rock it, I don't stop.Under the light, when everything goes.
仙气飘飘，也没有啊。谢谢唐小雨，谢谢雨之令一，谢谢，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噔噔噔，大家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可以告诉我啊，给你们弹。噔噔噔噔啦。Just one more trip to town to tell the boys goodbye. Then he'd be back. 欢迎零度可乐来一罐。夕阳这歌，那是什么歌啊？夕阳之歌，简谱。夕阳之歌，夕阳之，夕阳之歌简谱。夕阳之。When Cody had to face a jealous man, another story goes that no one really knows. But it seems there was a dance hall girl called Nan. 梅艳芳的吗？他就说啥都不识别，你说很奇怪。有的时候真是没啥用，直播先好，我能先听一听这个歌啥样吗？当当，欢迎小小莫。当当当。So buddies make a monument to lay down at his head.哎，这不是那个这不跟那个千千阙歌 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哦，那我会这个用古筝听其实还挺好听的，我伴奏给你们弹啊。啊、哦、他确实叫夕阳之歌。可能填的词不一样吧。
八九十年代好像那时候很多那个日本的歌，然后翻过来的。上是什么歌？嚯，谢谢，感谢三六七的飞机，谢谢谢谢谢谢，啊，什么动静？谢谢谢谢，感谢三六七的飞机，谢谢你的飞机支持，谢谢谢谢。这个你们听过吗？在银龙背上柬埔寨。哎，我为啥感觉这么熟呢？最初的梦想啊啊，是哈。啊，真的，我说怎么这么熟呢？谢谢上官，感谢上官的小学徒还有大吉，谢谢。是不是啊？我听半天，我就感觉我听过。
哎，真的一模一样。我看看有没有纯音乐啊？看看纯音乐。找找伴奏啊，可以试一试。但它可能，因为它有两处转调的地方，到时候看看，好吧？没有伴奏。那用最初的梦想的伴奏吧，试试。找一下调啊！用那个谁，用井柏然这个伴奏吧，我感觉还好听一点。伴奏，转调有点差的太多了，而且它升降比较多，像是西法还有升发升来升搜，它总是连到一起的，有点那个什么排不开，有点连着摁，有点摁不过来。噔噔噔，号称养活了半个华语圈，这个就稍微小弹一点点，好吗？我们再弹点别的吧。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挺好听的，但是我，有点费劲。
拍三个古筝，不用三个古筝，其实两个古筝就够了。但你想，每次弹的时候，你都要搬一个琴过来放这儿，在这儿放着，偶尔弹一次。欢迎猫猫守护。春江花月夜，好，谢谢洋洋的小妖，谢谢，谢谢你的大气，谢谢小妖的青青树叶。
小礼物。欢迎 GF， 我来看你了。喜欢听就行。谢谢欧布斯的荧光棒，谢谢谢谢风云的车队加油卡。噔噔哒啦噔噔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黑店好久不见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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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会儿我去冲一下我的隐形眼镜，你们等一下。好像进东西了。仙盟大神，哒哒哒哒哒哒，
再来送给大家一首老歌相见恨晚。这首歌吗？有一些可能，只是那个什么，听过这个歌，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
十天的小礼物，谢谢。差点就忘了自己刚才要谈啥，来吧，送给大家一首毛不易的《偶然》。
首吗？这首叫《不染》。嗯，欢迎无知系少年。毛不易唱的，是个电视剧的那个主题曲。插曲。有很多人可能没看过那个剧，但都听过两首歌，一个比较出，两首都比较出名，一首是《左手指月》，一首是那个毛不易的这个《不然》，这两首歌。哦，谢谢，感谢小林的时空战机，谢谢，谢谢小林，感谢小林的飞机支持。乐谱每一段前面长得跟葫芦似的符号，那叫高音谱号啊。噔噔噔噔，谢谢谢谢，感谢小林的飞机，谢谢，谢谢小林的飞机支持，欢迎空之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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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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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指月我就听了周深唱的，都挺厉害的，他的原唱唱的也挺好的。萨顶顶，谢谢东河的大气，谢谢。雁门关重逢是琵琶曲吗？这个不知道啊。欢迎咩咩。哦，是。《天龙八部》的插曲是不是？我只记得大概旋律哈，我就跟着稍微弹一下。乔峰，童年回忆的两个峰，一个聂峰，一个乔峰。噔噔噔噔噔噔噔。但我比较爱看那个，就是哪个版的？我觉得特别经典啊，那个谁，叫什么胡兵吗？胡，他叫什么？胡军演的乔峰，还有那个谁，胡军、林志颖、刘亦菲那版，我很爱看。胡歌不是，不是，胡军，对对对对。虽然说当时看那个剧的时候，你就
乔峰给人的钢管就是就有点那个头发永远是那种肆意增长的那种感觉。但是 就小时候你看的时候，包括现在你要看到就是那个造型，你还是觉得就是很帅，在大侠那个风范。后改名萧峰哦，对，我就觉得那个版的是我比较喜欢的。翻拍的就是天龙八部，我喜欢那个胡军他们那个版的，然后翻拍的倚天屠龙记，我喜欢张友鹏那个版的。江湖笑，江湖笑我不会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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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先听一下，好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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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一定要幸福。这个吗？哎，这个我咋没听过呢？这个歌。是《神雕侠侣》片尾曲。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江湖笑简朴。心太高，雪洞天有点印象，蔡少芬演的吧，是吧？那个男的那个主角，有一个是雪洞天，好像是有一个她老公，是不是叫张什么，然后还有蔡少芬，还有另一个主角，那个主角我也叫不上来名字。人会老，但那个男生就是有那段雪月洞天刚就是特别火的时候，他演了好几部剧，就经常能看到他，就脸很熟，但是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张晋啊，对对对对对，蔡少芬的老公嘛，里面有，对对对，那个叫余波吗？就是那个张晋的大哥，就在剧里面好像是他的大哥。嗯，对对对。余波长得也很帅啊，还有小时候特别觉得特别帅的男明星，就那个小李飞刀，那超帅，那个小李飞刀叫什么来着？哎，我怎么都叫不上来名字呢？但我知道他，连成斌啊。小李飞刀那个叫啥来着？吴京不是小李飞刀啊，对对对对，焦恩俊。啊，我觉得他长得好帅，小时候看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吗？就太好看了。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咦，我天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红尘笑，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萧军燕的老爸不是，他不是。哎，我突然好想吃油茶面啊！爱不到，放不掉。哎，你们吃过油茶面吗？哎，我怎么突然这么想吃油茶面？就刚才那一下，就这么。我天哪，我得有小十年没吃过那个了，油茶面。
你们吃过那个东西吗？叫油茶面，就是面面的那种，然后就是放点水，然后一和那样喝那种，有点类似芝麻糊的那种，噔噔，面条不是，它叫，对，哎呀，怎么回事儿？互相等等等，欢迎小七。对，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喝多了感觉你就偶尔喝吗？以前总是在我奶奶家喝，就是我奶奶喝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冲一杯，跟着喝。噔噔噔，吃绿豆糕，我其实就不喜欢吃那种糕类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吧？特别不喜欢吃那个绿豆糕什么东西。但那个时候就是我奶奶，就是那个时候就我小嘛，那绿豆糕还挺宝贵的呢，就是你知道就那个老人嘛，他都是就什么东西他都不舍得吃，就在那放着那种，然后每次我一去了之后，然后就给我吃那个绿豆糕，然后他都不舍得吃，他就把那绿豆糕全都留给我吃。我觉得那玩意儿就是噎得慌，不好吃。但是我那个其他就是别人家的小朋友来我奶奶家看我在那吃绿豆糕，就老羡慕了，就缠着我管我要，然后我就跟着吃，我就觉得它好吃。绿豆糕也好多年都没吃了。欢迎我眼泪。螺蛳粉不是你的最爱吗？螺蛳粉也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吃这么臭的东西，它好吃在哪里啊？就觉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不是螺蛳粉，有一个那个南宁有一个叫老友粉，那个我是真来不了，那个老友粉真的就直接我就感觉吃完了之后就哎，就硬着头皮吃，我就吃了几口。但是他那个那边就是粉粉的天下嘛，就是各种粉啊，什么米粉啊，然后那个老友粉啊，螺蛳粉啊，就反正各种粉。然后后来吃了那个螺蛳粉就觉得哇好好吃，然后后来又喝了那头的凉茶什么的。嚯，谢谢，感谢我眼泪的迎春飞机，谢谢，感谢我眼泪，谢谢眼泪的迎春飞机。吃了那些，然后后来回沈阳了吧？哎，发现哎，有时候还挺馋的，挺想吃一口的那个螺蛳粉。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沈阳也没有几家开的，后来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开了之后，然后我寝室同学都没有吃过。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带你们去吃个好东西啊。他们说什么东西？我说就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粉。我说走吧，然后我就带着全寝室一起去了那家螺蛳粉。然后寝室一进那个店儿就这什么味儿啊？这怎么这个味儿啊？但吃上了之后，然后就从此以后我们没事就约着一起去店里面吃螺蛳粉。谢谢风云老郑的荧光棒，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噔，长沙臭豆腐，哎，我还没去过长沙呢。等有机会去长沙，一定要去吃一次那个口味虾，还有那个臭豆腐，一起吃一次。来，接下来先送给大家一首《江湖笑》，弹一下啊。
以后有机会去趟柳州，那骑着柳州的骆驼。今天女神骑士小组，欢迎我旭仔。我好想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们看看我家猫太傻了女孩都漂亮了小朋友们结果我竟然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那也不耽误你们吃榴莲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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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达尼欧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看看不行我还得走到那给他拧过去老傻了不吃榴莲我很奇怪哈，就我其实就不吃的东西也挺多的。哎，比如说我身边朋友要爱吃的话，总在我面前吃，我就会忍不住要一口。像我有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吃榴莲，然后他就特别爱买榴莲吃。我觉得那玩意儿那个味儿就太臭了，我最开始就一口都不吃。你就想小时候那个时候我家开水果店榴莲自由我都不吃家里有时候就会开个榴莲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根本连吃都不吃我爸很爱吃我妈也爱吃但我就一口不碰到后来就我那朋友他就贼爱吃榴莲没事就买点榴莲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我就觉得哎太臭了但是看他吃的又特别香看他吃特别香然后我就贼想尝一口尝一口我就会要一口然后他给我吃吃完了之后我就哕哕完之后我说哎这玩意真难吃真没法吃然后过一段时间再看他吃看他吃那么香就想再要一口要一咬一口了之后发现还是感觉不行但最好笑那个时候吃那个鸭血粉丝我也是我不吃鸭血不吃鸭肠也不吃鸭肝嘛就是我只要豆泡还有榨菜里面就放这两样东西别的什么都不放然后每次跟我同寝或者其他同学就一起去吃的时候啊他们都什么都放然后你就看就每次加血加那个
鸭肠什么的，我就看他们吃，我觉得怎么就那么好吃啊？然后每次都从一碗里夹一口肠，然后但每次都不适应，然后但每次还想从一碗里夹一个肠，但是我跟你说，夹时间长了你就能吃了。还有面条也吃，我以前就从来都自己的话，我从来都不会吃面条。跟同学在一块儿的话，我也是能不吃面条的话就不吃面条。但有一阵儿就是跟老师他们排练，不敢，就是老师们说吃啥就直接就去了，他也不会问你的意见，你又不能说我不爱吃面条，所以你就只能跟着去，跟着去，那面店就只有面条，你就只能点面条。然后你刚开始吃的时候，你觉得哎，我就可能就吃几口，然后等到那个有休息时间了，我自己再买点什么，就是饭团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再吃嘛，吃几口，吃几口，吃几口，然后就连着跟着他们吃了得有一个多月吧。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出去上课，上完课回来没事，我自己去面店点了碗面条，从那以后就吃面条了。就很多东西都是，就比如说我有很多东西，就我最开始的时候连碰都不碰，吃都不吃，但只要我身边的人他们就是吃的特别香，我就会只要看他们吃的香，我就想咬一口，然后慢慢的去适应，然后就爱吃了，然后发现哦，原来这么好吃。但我现在唯一还不吃的东西就那些内脏什么的，我还是不行，一口都吃不了。榴莲糖，我比较爱吃榴莲披萨，榴莲披萨还有烤榴莲，这两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欢迎吴王，欢迎物月。欢迎梦回南柯，欢迎踏天道无涯。说明果果是一个小吃货，说明看别人吃什么就觉得别人的东西是最香，就想跟着吃。哒哒哒，噔噔噔。兄弟们，我们要不要凑凑过过私心啊？今天差的有点多呀。哎，路人中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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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有很多吃法的。谢谢小妖，感谢小妖的大气，谢谢你的大气，欢迎逍遥鱼。我想看第六只，没有啊，一共就五个手指头。欢迎王鱼天下人。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熊繁星的青青树叶，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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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诺奖主题曲，谢谢3010的荧光棒，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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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风中的鸡蛋壳。为什么要起个名字叫风中的鸡蛋壳？烤榴莲真的有栗子味吗？没有啊，就是榴莲，但它烤了，热乎，比较热。有栗子味骗你的，真的骗你的，不是栗子味，怎么可能？你就想，你就笨想，他那个榴莲怎么可能会有烤栗子的味道呢？他可能就只是想让你吃一口，想让你试一试。我跟你说，就如果说你们路过景区什么的，那个烤榴莲什么，千万不要吃，老恶心了，一点不好吃。谢谢熊翻新的音乐卡，谢谢熊翻新，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我月儿。噔噔噔，
欢迎不愿多参详，望你家傀儡学徒还行。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冒险家抽不出来的话换小学徒，小学徒抽不出来的话冒险家，反正都电刀了。哎，皮皮是谁？你爸在那儿呢，你去吧。噔噔噔，牛果，牛果我很爱吃，牛果营养价值很高的。去吧，你爸在那儿呢，在那儿，去吧。我也接受不了，为什么？就觉得它那个味道不爱吃，是吗？太腻了，就那个口感不喜欢。怎么总是能聊到吃呢？其实我没想说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到吃了又。我饿了，谁提的吃啊？是我吗？不是，你们谁提的吃啊？我饿了，赖你们！你们要不提吃的，我就不会饿。我这一会儿我得老饿了，我昨天就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饿的都不行啊，我强迫自己睡，就怕自己那个什么，怕自己吃东西。刚才是谁聊到吃这个话题了，说完了就给我整饿了，我就饿了。哎，3069，涮个火锅吧，不想，不想。谢谢学校里的影狗棒，谢谢。我今天晚上就只吃了一块牛肉，别的什么都没吃，跟自己肚子过不去呢，不是跟自己肚子过不去，是跟自己的肉过不去。点外卖吧，不用不用不用。哎，土害怕啊！哒哒哒哒啊！你爸在那儿呢，你自己去呗，找一下，你往那儿看一眼啊。吃那么一点，脸咋那么圆呢？来，把这人给我拉黑。六指琴魔是古筝演奏的吗？对，是。噔噔噔噔，兄弟们，咱们凑凑过过四星啊，差的不多了，我们就只差六架飞机，还有几张办卡。欢迎李志信，谢谢天下人。兄弟们，你一架我一架，咱们马上就四星就过去了。哎 ，PK 用砖户，哇、哦，谢谢，感谢米加乐的月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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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小马达的办卡，我们拿你当小仙女，你就把我们当兄弟。哎，听听下雨了。谢谢谢谢，感谢米加乐。噔噔噔噔噔，火龙果吃吗？火龙果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味儿啊，吃起来没什么太大感觉。我挺喜欢吃椰子的，喝完椰汁儿，然后把那个椰子的果肉挖出来吃掉。爱吃椰青，
谢艾迪的车队加油卡。噔噔哒啦，噔噔噔噔，谢谢艾迪。味道还可以改进，口感也是挺好，对，嗯，但是不喜欢它那个味道，感觉没有味儿。夏天到了，多吃点没刺的水果啊。哎，我最近买了一个那个什么，我还挺爱喝的，我给我们推荐一下，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喜欢啊。小小莫的办卡，这个不知道你们喝没喝过，这个叫小青，看不清，叫小青柠饮料。我最开始就是他们都说这个就特别火嘛，然后我就想说，哎，就至于吗？就这么火？然后我就买了一提，然后我结完账之后我就喝了一口，哦，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酸不拉几的也不怎么好喝，然后我就放旁边，然后我寻思刚吃牛肉的时候我寻思说，哎呀，这水你买了你不喝不就浪费了吗，是吧，因为买了一提呢，寻思给它喝了吧，然后哎，越喝越好喝，对，就你刚开始喝的时候你没你对这玩意儿你也没有说感觉多好喝啊什么的，它这个上面零脂肪，零3%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C 占37%，这个就是很好喝，酸酸甜甜，嗯，甜味比较少一点，酸酸的，胃不好不能喝，那我胃不太好啊。我喝一口吧，我虽然胃很不好，但是我就特别爱吃酸的什么的。那么露个面呢，露个面，小乖来来，弟弟来，那好吧，怎么让猫迟到呢？你说，这谁家猫会那么聪明，自己就过来找吃的呢？啊？哎呀，如果是我是猫的话，我就直接蹦上来了，是不是？不用管，我就是。能看见吗？哎，要是我呀，我就直接上来了，反正上来就能吃着。反正要我就直接蹦，反正我弹跳力我也够。跟你说，这是召唤猫的最佳方式，就是你要说什么方式，就是能让它快速就是离你最近的话，就是猫条了。
压咧嘴，他吃东西龇牙咧嘴的。真的，我都没给他量体重，我感觉他最近可胖了。你瞅他胖了，越来越胖。然后有时候看他吧，他自己就瘦回去了。谁敢喂他呀？他都是直接给他吃那个肉了。以后直接直播这俩了，不行，不看我了是吧？谢谢改名为中奖的荧光棒。上支持，哎哎哎哎，上边哪去？哎，你别挡我脸。去，往那头走。看猫吃东西太下饭了，给你们来段他的吃播，猫咪吃播秀。欢迎 QQ，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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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呦我的天哪，能不能起来呀？场境第一名，他还想吃。但我家猫，这弟弟，他肠胃不好。
他吃这些东西吧，他就不能吃太多。你像罐头都是，啊，罐头都是，就比如说吃个，我先让小乖吃吧，吃到三分之二，吃掉三分之二，剩三分之一我才给他，要不然的话他就吐，少吃点才行。那还胖这样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哎，你别挡我脸。你再挡我，我给你关起来了。哎，我就应该给你们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真的绝了。给你们看一眼他现在在我电脑面前是啥样啊，看见没？哎呀，太胖。关那个眼神非常的不屑，老子躺一下你也要讲，就那种脸那种表情。噔噔噔噔噔但他长得真好看，有时候你就怎么说你就看他就能看半天的那种，随你。他随了我的长相，其他的不太随，我感觉。咱们凑凑啊，凑凑凑凑，过过五，过过四星啊。当你出现在我的世界，为你倾尽时间谱写爱的诗篇。妈妈说带刺的玫瑰很危险，就差五架飞机了。兄弟们，兄弟们，欢迎颜流沙。有没有抽亲不欠的？要不要抽抽飞机试一试？万一暴击呢？我也觉得随了你的体格更多一些。腿，那说的那对吗？哎呀，花见花开好好久。哎，不对，他是机器人。噔噔噔噔噔。欢迎孟陀爷。欢迎道天，踏天道无涯。谢谢回复静静的看的荧光棒，谢谢。
黑破小三幺。欢迎艾迪。噔噔随便取个名字。
欢迎老雷的小迷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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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首叫做《盲昭君》。嗯。谢谢一龙的棒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播记得看一下微信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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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
谢谢夜雨之中的人的荧光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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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啦，兄弟们，那我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喽，我们明天再见吧，大家拜拜。晚安。好，拜拜。或者你们要不要火箭挽留我一下？要挽留我一下也行，要不？快禁言了，你知道吧？我知道，我看到了。太难了。还有灵魂奔跑。好啦，那我们明天见啊！哎哎哎哎，下面来，下面来，你别想，你别想，你别挡我镜头了，我真是。我生气了啊！那么，你怎么回事儿？你故意的？你下边哪去？离我远点！你先下去，你先下去！我真生气了，我真生气了！你别挡了。我真生气了，太烦人了。那我走了，你们真的不火箭挽留我一下吗？当当当，你再这样，你以后你猫团没有了。噔噔噔噔，那我下咯。不是，你越说他越来劲儿，你知道吧？又躺那儿了。噔噔噔噔，好啦，大家晚安，我明天见啊，拜拜。